四位老弟足下去腊村六日，接温帝在湖北所发信。正月初八日，接朱棣腊月十五所发信。而温帝在河南托宗莫林转寄一信，则至今未到。成帝十一月十九所发一信，亦至今未到也。成帝生子，庆贺庆贺。吾与成帝去年报罪，今年轮因温直弘三人报罪矣。但直帝之席问已有给予，孔正成当在温帝之前，直帝未免即行先尝耳。四位弟席问皆虑母亲叔父之教，能勤能俭，与闻之不胜欣喜，以伴有材料。今春为四弟席各置一一，密便即行寄回。成帝捐笺执照，说准于今年寄回。父亲中书丞相取林旨丞相之意也。前年温帝捐笺，叔父明书成才取天纣成才之意也。当时恐六帝尚需小事，故捐笺填名略变，以为通融帝部。而今温帝既一成不义，故用丞相配成才，暗喻林自寄自于中，将来即分两房，曰丞相房，曰成才房，亦免得只写复书官中耳。李自山曾熙六族伯托我捐功名，其伙计陈体元亦托捐。我丁酉年在丽江梅陇，此二人待我不薄，若非梅陇之前，则丁酉万不能进京，渠来托我，不能不应。你今岁为之办旧，其银钱主渠送至我家，有便将执照复至家中。渠银钱一到，即发执照与渠可也，即未收全，亦可发也。丁酉年办进京盘费，如朱文八王岁三岁六等，皆分文不借，则曾臣二人，岂可不敢意也哉？现在乔新农放常德知府，二月出京，四弟兼照与二人执照，大约可托渠带至湖南也。去年年内各足期之前，不知如数散给否？若未给，望今春补给，免得我时时挂心。考试者十千，及乞丐之十千，不审皆给否？勿起想以是我。竹山湾找当嫁，不知彼处善书一头原价何如？起名告我，即买竹山湾，又买庙堂上，银钱一空，似非所宜。以后望家中无买田，须略积钱，以备不时之需。直帝诗才颇好，但须看古体专辑一家，乃有把握，万不可图看选本。直帝则亦无所看，故无把握也。既弘诗文，难于进宫，须用心习字，将来即学叔父之规模，亦有功于家庭。既则二字去腊旁先生归河间，请李碧峰来代管，日加讲户，悟性大进。一日忽自作四言诗一篇，命题曰顺征有苗篇，于始不信。次日于与黄柱吾面试之，果能清顺，或者得祖父得荫，小有成就，亦未可知。兹命其欲出继承堂上，以博一笑，然记性不好，终不敢信其可造也。兹既回正月初一至初十日上谕及宫门抄，以后按月寄归，与身体平安，家中大小如常。二儿肥胖，余不衣，兄国藩守草。道光二十五年正月初十日。